周云峰、严师长、曹操共军堵住了前进的道路，早在预料之中。命令你们严师长，让部队迅速占领两侧高地。是。军座，共军还有要一口吃掉我的架势。你慌什么？我们现在是四个旅，加上张翰出去是五个旅，共军的胃口再大也奈何不了我。上集合团黄昏之前必须把这个山头给我拿下。是。陈参谋到，命令独立团马上投入战斗。是。好，我明白了，你首长放心，我们独立团坚决完成任务。是。这就对着小南山最关键，拿不下来小南山，咱们就别想进马子接村。一个团都上去了，还是没通过敌人的阵地。周团长，说，局长命令独立团立即投入战斗，在黄昏前必须拿下小南山。知道。营长到，炮火准备。是。二营长到，连为单位组成突击梯队，随时准备出击。是。三营长到。连为单位组成突击梯队预备队，随时待命。是。谢护士，谢护士，我是战士，怎能待在后方嘞？你怎么不听话呀？你要真的，我偷跑出来的，他不知道。谢护士，谢护士，你看见小虫子了吗？哎呀，我们把它看好。没事，别着急，他到这儿来了，这会儿啊可能在哪儿帮忙呢。哎，这娃娃一走啊，把这女的可急坏了。大爷啊，又让您白跑了一趟。哎，走几十里路嘛，不算个事。杨振姐，李大爷，小橙子。杨振姐，你看我这个手也能干活。你呀，给我吧。不用，你劲儿还能比我大了。小南山拿下来了，太好了！现在的武官还有断气。报告团长，西北方向发现敌人的装甲车。我看敌人是快要完蛋了，进攻打得完全没有章法。好，大勇，您的坦克向我后方冲过去了。营长，营长带部队上去了，这样我带全排过去。好吧，去吧。大勇，你是团长，团指挥部马上前引小南山。团长到，营长到，带上军排给我上。是。走。前方的沟里有我们野战医院的救护所，无论如何要保证他们的安全。去吧。过。军排上。左转车来了，赶快转移。好，小心。小花，快转移，快快。朱云斌，朱云斌，快，朱云斌，报告组，去炸掉左转车，堵住他去路。你在这里指挥，小花，给我上。是。
报。到。去，把那装甲车给我炸了。是。安全转移了吧？坚持住，老真姐，别哭。不是说还要带我去杭州？我还要上学呢。沿洛宜公路及其两侧，由西向东；第二纵队由南向北；第三纵队第五旅由东北向西南；第四纵队由北向南；第六纵队由东南向西北，与九师整，发起总攻，四面勇猛攻击，对敌人展开围歼。